扔跟我打赌，用挖掘机能把这个木板挖起来。哎呀，这怎么可能啊？我一挖它就往后跑。要是我能给挖起来了，不是你怎么挖？你作弊呗。 我肯定不作弊啊！用这个挖斗把这个木板挖起来。你让你手控制啊！手我哪都不碰，我就碰你放气。你让你手控制啊！手我哪都不碰，我就碰你放气。不是这样，我如果给他挖起来了，你给500块钱，行不行？我如果成功了，你给我500。我试了10分钟都没挖起来，我就不知道他是哪来的自信。木板底部完全是平的，根本不可能。 我去拿呼啦圈，我都不敢往里。移动一台1:1还原的老式蒸汽发动机，那种老式那个轮船，就是这种发动机。它这个小人这个比例，咱启动之前要先给这个发动机这里这几个位置加上润滑油，那种老式的加润滑油的方法，给一个地方加点。加完润滑油之后，你看我转这个飞轮，上面是这几个气缸，哦，好复杂。对，这就动起来了。然后咱就可以启动了啊！看，这个是锅炉，咱先打开上面的这个。 加水的这个阀门，打开之后呢，咱把水给加一下。这个锅炉大概一共可以加200多毫升。啊，我给你加。锅炉盖子搁这里。这一套多少钱？500多。现在的玩具真贵。这个锅是燃料锅，看现在大概已经加了差不多一半多的燃料，能看到吧？然后咱把这面这个燃料罐的阀门给打开。如果你没有燃料的话，把下面这个小门。 给打开，然后你在这里边加煤也可以，煤加煤烧水，调节这个阀门的大小就可以控制火力，看下面这个火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现在已经是0.28多了，看到吧？然后等一会儿它到 0.4 转化的时候，咱就可以启动了。差不多30秒，压力就上来了。哇！ 哇，压力很足啊，有压力够了，咱就可以打开这里的阀门，看，打开这里的阀门，这个东西就相当于是这个发动机的油门一样，它是控制进去蒸汽的多少的。啊，把这个阀门打开之后，咱稍微碰一下这个飞轮，看，哇，调节这个阀门大小就可以控制发动机的转速，看，能小一点。啊，对，慢了。看，这就慢起来了，是吧？低速的效果，看。 啊，我们慢。但是，一下阀门全开。控制这个阀门的话，它就会突然快起来了啊！啊啊！啊，它快的时候，上面蒸汽也会特别多。对，因为进气量变大了。哇，速度好快！它这扭矩还挺大的，我手都接不住。哇！哦，哇！哎，这个打气，这玩意真好玩。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玩。怎么样，好玩吧？嗯，我也有一点美中不足哈。怎么了？上面那个蒸汽都浪费了，应该那个小锅蒸肉吃。挖掘机距离上一次换油得有2-3个月了啊。对。今天就给大家看一看啊，怎么给这个挖掘机换一下新油。首先，再把这个挖掘机这个胳膊啊，像这样给它给伸直，然后呢，把大臂给落下来。嗯。哎，然后再把这个拉臂给它转到左边。 看，上左转啊，因为它这样的姿势，这个油缸它就缩回去了，然后油缸里面这个油就会进到油箱里边，方便咱一块把油给排出来。这个是油箱，然后这下面有一个排油的螺丝，看到了没？排油的螺丝，上面这个进气孔给它给拔掉。哎，进气孔，咱把这个螺丝要给拧松一点。哦哦哦！现在这个油咱也排出来了啊，然后你看，排完油之后，我再启动这个油泵啊。 我现在动这个摇杆，看，哦，它已经抬不起来了哈。对，没有反应。它就开始动不了了。那这里它动不了了。接下来就可以把这个油扔掉，然后再把这个新油给它加进去啊。然后咱把这个收线给转过来啊。手动的。现在这个胳膊就是一点劲儿没有了。手。上面是个油箱盖，看到没？对，再把这个油箱盖给打通。然后咱拿这么一个小油壶啊。我才发现这桶上一个中文字都没有。没有。嗯，继续多少？然后你看这里。 这旁边这是一个观察液位一个窗户，架电炉火的时候，终于看到液位了。看，上来了吧？OK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需要启动一下油泵，让这个油箱里的油给它冲到这个油缸里边。
这回有劲儿嘞！看这个月啊，整个桌子都震一震。然后再检查一下各个动作是否正常。每一个动作啊，它都很顺畅，然后没有那个气泡声，就说明换完了。现在咱上设计完事儿了，怎么样？嗯，那我看看。干嘛呀？你拍这干啥啊？我一会儿查一下多少钱。上游的模型发动机用了旧的。会儿就把这个钻头装在这个发动机上，看，装在这里啊。点火之后，钻着我们俩看看微信啊。咱俩先保养一下啊。你看这个观察窗这里边，看这都脏了，看到吧？嗯。这些就是以前玩的时候啊，上面那个积碳都积累在这儿。咱先把上面这些油管、电线什么的给拆掉。这是启动电机的电线。拆掉油门拉杆。这里是一根地线。最后拔掉油管。现在这个发动机咱就给拆下啊，然后拆掉风扇和正时皮带。现在就拆这个上盖。看，能看到一层玻璃吧？嗯。然后下面还有一层玻璃，看这玻璃多厚？看。哇。多厚？上面这么厚？因为里边是要爆炸的，它这个玻璃是要耐住爆炸这个冲击力。这是普通玻璃吗？这是厚一些。这个应该是中国造的。然后里边发动机火柴的运行啊。嗯，对，你烧烧简单清理，真用心了。这就清洗差不多，结构一下。看现在扭矩是 1.02。嗯，全底下的这个。把所有密封器配正位置，顺序再给它装。哦，干净了，都通透。特别感觉很新的，把真实点对就可以安装。在朝下的时候，把这个皮带。这是火花塞的电线。啊。看，当我转这个飞轮的时候，看到它点。看到，等会儿，发动机的底盘。底盘也撑起。这发动机一会儿点火就知道，上面这个震动可大了。如果这个发动机的震动没有这个底盘撑住啊，时间一长，它就会发生严重的问题。你就可以理解为和咱人一样，这个底骨啊，就跟咱底盘一样，维持上身重量的一个基柱。如果这个上身得不到支撑，就容易点火了。点火。可以哈，能看到点火。啊！看到了！火啊！看哈！我！哎！突然熄火了。这么薄的一个小门板都没钻透，它正常应该能钻透的，我感觉还是这个转速不行，还是把这个变速箱也装上。转速高一点应该就差不多了。行，那我等你表演。咱这个加水就能跑的蒸汽小车啊，我今天给它放到咱这个跑步赛道上玩一玩。先把这个最关键的水给它加到水箱里啊。看这个水位。嗯。看水位到这个尖儿这里。嗯，水往上走了。对，这个差不多了。水箱盖子给它捏。然后咱再从这个车底在这里看。看这个位置吧，啊，这有一个小抽屉，把这个固体酒精呢稍微给它修一下洗了，宽度一点都不差呀。接下来把酒精快点着，看到着了吧？嗯，看到吧？嗯，很干净。我看了。最后把小抽屉放回水箱下面。那这个进去，往这个缝能看到烧水是吧？就等这个水箱里的水烧开就行。你摸这个水箱，现在已经有温度了吗？哎呦，哎，要不要加点难度啊？在这个赛道上，一会儿跑了放点障碍物啊。行啊，我拿几个这个破纸盒哈，一会儿跑的时候你就给扔上去。这么大纸盒怎么？这什么？这是我在京东给你买的520礼物。直男会挑礼。京东手把手教的送礼，这个口红礼盒，这个是水乳礼盒，还有这块手表，都是我按京东推荐选的，而且现在跨店满300减50，点击评论区链接520在京东选礼物，省心又体面，不会踩雷。啊、哦，喜欢。哇，刚刚已经开始冒气了啊！好、哦，咱把这个档位切到前进档啊，你的专业配合啊。
你看，慢慢来。哇，站起来了，哇！起风啊，站起来。你有障碍物，别说耳朵，你控制的好棒啊！这东西看起又甜又稚，但是真好闻。我老公这辈子应该不会出现。你老公混大铲车模型。我先给这个充电吧。好。然后一会儿咱试一试我这个小铲车啊，能不能推动一下这个大车啊？就把这个左摇杆往上推，就是油门，看车子。油门啊，我听懂了。现在我把车子给开出来了哈，看看两台车的比例。这不是咱车哈，咱做了一个保护这里。然后现在你推这个油门，看还能把车推动。啊，不能弄坏了吗？没事，充电线都拔下来了。不是，就是任性哈，家里有个充电桩，不用像以前一样出去排队了。那是必须的，咱这个功能充电桩五级款，雷佳音和工牛老板都进行过五级测试，这个事儿前段时间可火了，说明工牛对自己的产品也很有信心。工牛可是安全用电专家，十户中国家庭有七户用工牛，而且工牛充电桩销量全球领先，大品牌就是放心。咱这款适配性也高，市面上99%的新能源车型都能充，以后朋友来咱家玩就可以直接充，很方便。而且它是 IP55 防水防尘，就算下暴雨、高温潮湿也能稳定充电。这个五英寸高清触摸屏可以实时显示充电状态，你能在 APP 上操控，这些特点都很适合家宠啊，是挺不错的。拿过去给你来推。OK 哈，这个位置咱摆好了啊，然后我上车。为了防止你们说我作弊哈，我把我这个脚拿出来，可以吧？这是我的脚啊，两只脚，这踩不了油门，后面可没有人推啊。我看一下，没有哈。准备开始，开始吧。哇！李经典，轮胎一直在打火。行了。都 OK。跟能有几米距离？两米。耗油多少？啊？耗油多少？耗油一箱。